Hi everybody, my name is Lynn and I'm a content creator for FoodUnfolded. Today I'll be joined by my grandma and my mom as we make jiaozi. For many of you, it's called dumplings. So hopefully you enjoy this video. Hello! Hello! Apu, 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开始 现在呢,就是要用猪脚肉拌拌 三分是肥的 七分是瘦肉米酒下面呢要一种高丽菜要四分之一韭菜半把姜一小片葱两根通通要切碎然后一个蛋它的调料味呢要酱油麻油盐胡椒水猪脚肉呢要放米酒然后酱油盐 胡椒一点点少许的香油那个肉呢再加两大匙水要顺着次序搅拌让它比较嫩一点有点水分姜呢一大匙再加入葱花搅拌一直搅拌到那个肉呢迷糊了 水进去了，它就比较 Q。在最后呢，就要摆一个蛋，比较有香气，也比较嫩。再加两小匙的胡椒粉，拌匀了以后包起来放入冰箱。高丽菜呢，少许的盐腌一腌，差不多20分钟以后就把那个水分挤出来。 韭菜呢，切碎，然后将猪肉、猪脚肉、高丽菜、韭菜放在一起搅拌就可以了。都弄好了，摆在冷的，冷了以后再包。水饺皮一包呢，差不多50个，把饺子皮边缘。 馅不能放太多，怕包不起来。拿水蘸一点，防止饺子粘起来，要包成圆饼形，包紧。上班的人可以包很多，放入冰库里面，没有时间做饭就可以拿出来，很方便。煮水饺的。 水要大滚再下水饺然后再要加冷水煮滚冷热浇化呀那个饺子皮会 Q 第二次冷水让它煮滚水煮到饺子浮起来放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